Und ja.吧，有什么我明天再带你参观吧。你今天折腾一天了，肯定累了，先去休息吧。走。于芷，怎么了？我还是出去找个酒店住好了。你一个人去住酒店，我怎么会放心啊？多危险！今天什么都别想了，先住下啊。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我只是不想给你添麻烦。你怎么会给我添麻烦呢？你对于我来说永远都不是麻烦。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信任我，依靠我，可以吗？
这里呢，就是我的房间了。今晚你就住这儿。又怎么了？我睡了你的床，那你今天晚上睡哪儿啊？我。这是我家，我当然睡在我的床上。那我还是去睡沙发好了。好了，不动你了。你看啊，那边还有一个房间，那是客房，我睡那儿，你睡主卧。我是客人，应该我睡客房才对啊。好了，赶紧去吧。什么幸福人生，简直是个笑话！你说的对，笑话，我就是个笑话。事业成功，家庭美满，笑话。我给你打了一晚上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？你去哪儿了？你管不着，你再也没资格管我。吴小慈，你怎么可以这么狠？潘老爷子好歹当过你的老师，他头七都没过，你就要赶小杰走。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丧尽天良？你又去潘家了？对呀，我怎么能跟你这种女人生活在一起？我要离婚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要跟你离婚。喝了酒，壮了胆子，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是吗？居然跟我谈离婚！错。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清醒，因为我
终于看清了你的真面目。你疯了是吧？我是疯了，连自己的女儿都保护不了，却跟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。你口口声声说女儿女儿，你心里就只有高洁一个女儿是吗？她们都是我的女儿，我只是不想跟你过了而已。明天明天去办手续。你想干什么？看不出来吗？这个家，你以为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？这些年你靠谁才有的今天？当然是靠你，没有你我算是什么东西啊？令人羡慕的女强人，珠宝女王。你服了？吴小子，我真是鬼迷心窍才会抛下他们母女俩跟你这个恶毒的女人在一起。我会让所有人都看清楚你的真面目。你，高海，你站住！